欢迎观众朋友再继续在新闻的现场。嘉义县水务局为了加强组水宣导，结合欢唱岁月卡拉 OK 比赛组水宣导活动，希望借由比赛跟舞彩活动吸引民众来共同参与。活动当中也以有教有路的方式加强宣导，老开统一发票对国家的影响，希望会当将正确的组水常识甲观念传输和民众。嘉义县政府税务局表示，暑假期间加强亲子之间税务宣导，并且在汕头糖厂举办欢唱岁月卡拉 OK 比赛以及有奖竞答活动，以促来吸引民众参与。活动当中以有教有路的方式加强宣导，老开统一发票对国家的影响，希望会当将正确的组税常识观念传输给民众。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诚实纳税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国家的一些施政跟我们一些社会福利的经费都要靠税收，如果大家都能够诚实纳税，那也就是共同为我们社会来这个给我们动力。我们希望大家一起都要诚实来纳税哈，这样国家才会有进步，那么社会福利才办得好。同时在会场设立租税宣导行动服务台，提供租税咨询服务，分送个税宣导手册、宣传单、各项申请收件等，并且办理租税有奖竞答。凡是捐出五六月份的统一发票，都会当参加五彩兑换宣导品一份。现场并办理宣导问卷调查活动，填好问卷都会当兑换宣导品一份。最新新闻，中南新闻台记者蔡宏报道。